两栖步战车防队由海军某陆战旅编成。这个旅组建于1980年，是一支年轻的两栖机动作战部队。他们首批列装的05系列两栖战车，以优越的机动性能、较强的攻击火力、良好的综合防护能力，使我海军陆战队主战装备进入世界先进行列。